开始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的生活环境干净吗？我们可能天天在打扫环境，但最烦恼的往往不是那些看得见的紫屑灰尘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脏污还有异味。岁末年终大扫除，除旧换新一定要的。今日的冬日暖心献礼要跟大家介绍清洁净化的好帮手，茶树精油还有净化清新复方精油。茶树精油是一款自带科学光环的精油，已有非常多的科学文献与研究发现它强大的净化能力。茶树精油拥有超过92种的芳香化合物，因此用途也相当多元，可以清洁肌肤、净化环境、提升身体的防御力。澳洲的原住民使用茶树的叶子长达好几个世纪，他们将叶片捣碎后嗅吸其精油的香气，来获得顺畅清新的感受，并涂抹在皮肤上以帮助修护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无论清扫的多么干净，烦恼的异味就像是渗入瓷砖、水泥墙、木头家具一般，除也除不掉，更不用说从水管飘出来的阵阵臭味。这时候就是净化清新复方精油登场的时刻。净化清新是一款结合了多种精油，以天然安全的方式净化气味的独门配方，里面包含柠檬、西伯利亚冷杉、香茅、莱姆、茶树、胡荽叶，赋予清新迷人的香气。你可以使用扩香净化清新复方精油净化空气中的异味，也可以将精油滴在棉花球上，放置于出风口，可清新房间或是车上的空气。洗衣时可以滴入几滴净化清新复方精油，除了能帮助洁净衣物，更可以减少衣物的臭味跟霉味。有了茶树和净化清新两款打扫的好帮手，让您轻松打造洁净清香的生活。